建筑设计界实现三大满贯最年轻的设计师，顾总，从今天起，我们川工作室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恭喜顾总！谢谢大家，都回去工作吧。 行了，你们顾总什么样，你们又不是不清楚，大直男一个，没情绪。再说了，他拿过那么多奖了，再拿一个金像奖也不算什么。对对，顾总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他不一直这样吗？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都别站着了，回去忙吧。OK，哎，走。还没走啊？等着送老板回家。不用了，我还有事儿。我送你啊。老板，您真的是拿奖拿到麻木了，还是说有其他更加不开心的事儿，一整天都愁眉苦脸的？有吗？您自己照照镜子看看。 眉头都快拧到一起了，老板，真的不需要送你吗？不用了，我叫了车，你早点回去吧。那明早呢？等我通知。好。老板，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苦恼。 但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句，恭喜。不管怎么样，能实现梦想毕竟不是一件坏事，对吧？如果实现梦想之后是件坏事呢？为什么实现梦想会是件坏事呢？因为没有目标了。那还不简单，那就再重新定制一个呗。比如我，我的梦想是想滑雪，这不，实现了。 我还想顺利完成学业，拿到毕业证。我还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就像老板您一样。老板，其实梦想这件事儿是可以贪心一点的。那如果您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我可以勉为其难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给你提供一些合理性意见，让你参考。我期待你的建议。 颁发的是今天晚上最重要的奖项——金案奖年度设计大奖。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揭晓嘉宾，金案奖设计基金会的董事长 James Wen 先生为我们揭晓，有请。Good evening, everyone. Gold Coast Awards is committed to unearthing and encouraging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elite young design talent. This award ceremony has been running for 6 years now, and in that time, we have unearthed
some of the most exciting design works and designers from amongst the design community. Tonight,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award the biggest award to Mr. Gu Chuan from Gua Chuan Design Studios. 那么拿到了今天晚上的大奖，可以说你已经实现了大满贯。那未来有什么新的计划可以和我们今天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吗？新的计划吗？我暂时还不知道。我一直在等待关于我未来计划的一个建议。好，让我们感谢顾川设计师的获奖致辞，再次恭喜。老板，您未来的计划里可不可以有我？因为我喜欢你。我知道我有一些冲动，但是关于我们两个，我也想了很多。我以我的条件，我可能还配不上你。但是不管是作为朋友还是员工，我一直都很崇拜你。我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让自己变得更好，就是为了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每天能见到你，变成了我唯一的动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现在脑子有点乱。我想说，你喜欢我。我没有要逼你回答什么，我就是有点激动，我有点神志不清。你也不需要回答我什么，我在想很多东西，我也在纠结很多东西，所以江小宁啊，先好好工作吧。有一些事情我还没想清楚，等我想清楚了再跟你聊。你从进公司到现在，你的努力我看到了，你做的好的方面我也都看到了。